讲过一句话，十年才能成一把好的茶。小明啊，是一个首先要一个把那个基本功学好，是吧？嗯。基本功嘛，就是我们从大批次大音调开始，这么一个啊。三条线，它函数，对吧？嗯，也它粗的要薄一点，对吧？我就是非常感谢我的老师徐汉堂大师，他每次都是对我谆谆教诲。耄耋之年这样一位老人啊，对我们这些小辈的关心关爱，真的让我深受感动。现在的我呢，每天大部分的时间呢，都是坐在你们旁边。很多人会觉得他很枯燥、无聊，没有什么意思。我相信十年之后的我肯定会感谢现在的我，因为每一根泥条、每一张泥片上面都有我对紫砂的记忆，有对紫砂的那一份执着。